感谢主，爱我们的神，真是你是教会的身体，你又是教会的头，在教会行走，你是圣洁的神，你圣洁教会，今天吃圣餐的教会，主啊，众人都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教会你成为一体，给我这众弟兄姐妹的信心力量，你带领教会，荣耀你的名，主我赞美你，教会有什么不法的事，你都能解决。我信你是神，你有大能，主我赞美你，你是开路的先锋，你能给我们教会开又真又活命的道路。主我赞美你，正到这灭教之年，正是你回来的日期，你的话都记载圣经，天地万物又废去，为着你的话句句成算，你的话一句也不落空。主我赞美你，抓住你的应许，爱你真理，在你里面努力赛跑，把住你的标杆，一直的走你家的道路。耶和华加力量给信心，荣耀归主名，帮助那众弟兄姐妹们。主啊，你看顾石家庄的弟兄姐妹，帮助各地方的教会，荣耀你的名，祷告和祈求都靠天父基督的大能，奉耶和华基督的圣名，愿主带领，听听我们的祷告，成就你的美意，荣耀归主名，阿门。谢谢神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，愿父的国来降临，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你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你不叫我们一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愿神带领帮助咱们教